铁马，舞金英才，书儿女情长，忠义两全。敬请收看《名家书场》。咱们书接前文，南侠海底群真昆仑道长司马空让自己的侄儿和夏九龄给佟林磕头，求佟林收下二徒啊。海川在这儿收了俩徒弟，那么紧接着南侠客告诉砍锅剑来，啪，那边把大宝剑请出来了，什么呢？湛儒啊，四尺五寸长，他这是双手剑啊，双手剑不是说俩手拿剑，说俩剑，是一口剑，用手拿在剑堂都上，他这个剑把一尺半，剑身三尺，这叫双手剑法。这种剑法发明于唐朝，目前在武林当中，仅有南侠和北侠会使双手剑。双手剑都是独立的门派。另外，这个剑由于长，不便带子、挂子、杯子、扛子，所以南侠走哪儿呢？后边带一个剑奴，这剑给捧着，啊，这叫剑奴。那么你敢，老头也把剑拿过来，摁崩簧，斗老九燕床，嘎巴苍凉，这口剑拉出来，众人等一看呢。哎呦，寒光闪闪的，嘿，剑掌中一举，宝剑呢，陪我到杭州决战北昆仑。好家伙，大伙全挑大拇。南昆仑呢，这就准备走吧。哎，明天早上走，还没等走呢。杭州来人了，谁呀？金龙镖局，金龙镖局的镖主黄灿、黄金铎打发自己的手下来给东侠和佟林送了封信。现在这个镖局子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，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怎么的？镖局子的镖车被劫了，50万两银子被劫走了。哪儿劫的？太湖中山岛。也就在东侠佟林等人够奔扬州请南侠的时候，这个金龙镖局啊有一趟镖车，押镖的呢叫金宫小二郎，姓贺，叫贺永年。他带着这趟镖还有20个烫的手，坐在马背上，两边镖车往前行走。突然之间，就在那个道旁立一杆大枪啊，这大枪上边缠一红条，就是红绫子。吁，贺永年带中马的丝缰，心里琢磨：哎呦，这是预兆劫镖的了。这个劫镖在这里头，咱们一定要说清楚。那上有王法，下有王章，知道吧？那个古代啊，也不是明目张胆的干，所以江湖上劫镖有劫镖的规矩，讲究文劫和武劫。这个文劫，什么叫文劫？什么叫武劫？文劫摆筐，武劫立枪，那是有规矩的。我想吃饭，你想在这儿过，我摆个筐，就放在路旁，上边有一红绫子，然后烫的手走到这儿，镖师走到这儿，一看摆个筐有一红绫子，就知道这是人家的地界，就由打马背上下来，站到筐旁。在下，我是拿哪个镖局子的？啊，由此路过，发财助账，托付太和。拿出银票子来，一般的，根据你这个押镖的数量，你给个30两、50两，也知道这是一伙小山贼，大可
不必动干戈，花钱买路嘛。哎，这叫文杰。那武杰的武杰就是立枪啊，啪，这枪往这儿一立，你就给吧。那可不是诓啊，诓的凭你赏，你呢就说多少就多少，但是你不能不给。立枪这主可有讲究了，多攒他那地方要锣响，你停止，你摆银票子，啪摆一张，一百两的，没响，他要没响你就不能走，你就得再摆一张，还没响，啪啪啪啪，当，锣一响，多谢了，托付太后，上马，啊、这上马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就走了。所以这是五节，他总也不响，你就不能走。那不割那不放不放人就出来了，啪的枪往晌中这么一弹，来吧，打过我了你再走。那树林里头藏了300多位啊，所以呀、啊、这叫文杰武杰，文杰放筐，武杰立枪，要命杰摆床，你看这玩意儿要命的啊，这叫绝户标了。怎么的，用那树干搭一担架，做那么一个床放在路边的，那就是让你躺着回去，明白吗？这江湖上这些规矩可了得，走镖走马趟了必须明白。所以贺永年一看，嚯，立条枪，这什么地界？回禀镖头，这是太湖。哦，哎呀，平时跟太湖这关系不错呀，礼尚往来的，逢年过节的有来往啊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那也得下去啊。有的马背上翻身下马，缰绳啪这么一甩，下人接过来，贺永年就过来了。万朵桃花一树开，武林本来是一家。他为什么来回找呢？他不知道这人在哪儿，枪在这儿立着呢，这边上都林子。在下姓贺，贺永年，杭州金龙镖局。他这话音刚落，就有打那林子里边啊，还真走出人来了。要不是因为你是金龙镖局的，人家是绝不出来。来到切近，贺永年一打来，嘿，认识。这人呢，姓李，叫李刚。这李刚就跟这贺永年直接把这话就挑明了。你这趟镖啊，我们都留下了，这奉我家岛主之命告诉我，就这么说，没把那床抬出来，就是咱们是面子人都认识，不好意思把你打伤了，你就带你这原班人马50万两放到这儿之后，咱就没别的毛病，这是对事儿不对人，咱们哥俩还是有交情的，山不转水转，人是常见，多着碰上咱们还是朋友。我找你们大岛主，我得跟他唠上唠，这不用了，话已绝根。我们岛主说了，让那姓童的来，有个叫童林的吧，让他来，让你师父来，咱们也不能伸手，明白？你打也打不了，知道打不了。后边200多位，另外太湖的实力在这呢，大岛主、金头狮子孟恩、孟少伯。少林派的弟子，他师父谁呀、啊？据说他师父叫孝子乾坤，颠翻宇宙蓝耳，好家伙，了得吗？另外孟恩、孟少伯、金头狮子就了不得呀、啊，这人武功啊，那在这一代谁不知道啊？平日都给镖局的油面金钱，怎么就没面呢？那我也得尽责任呐、啊，我这么走怎么说呀？是不是？我回去跟我们镖主说，就你两句话哼哈喝就把我喝走了，那不行，就即便我死，我得回去有个说法，你怎么的也得把我弄伤了，这还没打就人家把他弄伤了，知道打不过人家，乒啪扑伸手了就3下子，贺永年嘡就出去了。好了，怎么的，这就有差回去交了，起码有伤啊，我打了我尽责任了，
带领这趟人回来。黄灿一听，啊，我跟孟恩、孟少波没什么插不过节，没结什么梁子呀，啊，这是怎么事儿？来人呐，立刻急书。这封书信就到了东霞和佟林的手中。海川一听，怎么的，让我去拿镖？这是跟我镖上这劲，这是盐到哪儿咸，醋到哪儿酸呢？东霞看了一眼，各位，咱兵分两路，我跟佟林啊，够奔太湖，你们保着王爷回杭州。欧呀，欧也去了，师父带走啊，光你们两个去不行，咱们人多势力大，孔秀也要去，好吧，那你就去吧。二侠不干了，我也得去，为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说大哥呀，这个太湖中山倒的孟恩、孟少伯，那可少林派的弟子啊，弄不好这场凶杀鏖战不能少了，所以我得去。怪着包张万一提，那我也去，人多力量大，行，多带几个吧。就这么的，这五个人就由打这司马庄，够奔太湖。那么司马大侠等人呢，够奔杭州，兵分两路。东侠告诉到那儿，我跟孟恩、孟少伯说清楚到底什么原因后果。把镖车要回来就完了。东霞一琢磨，这个劲儿解在哪儿啊？孟恩，我们的关系平日不错呀，礼尚往来的，镖局的和占山为王的、落草为寇的都是朋友啊。他们进城之后，镖局多的是热情招待，关系得好。你的镖车走到那儿，人家是迎到山上大排宴宴，而且传令下寨，那哥们儿你便来啊，这是我哥们儿有照应。什么原因呢？谁给做的这个扣？江湖险恶。那么来到了太湖，天头已经晚了，路边这有个大镇，镇里边有个店住下。可半夜的时候，孔秀和这坏着包张望就捅过上了。我说，咱俩别闲了，老少爷们来了好几个，是不是？这不太湖吗？对不对？咱俩今天晚上摸去，摸进去看看。常言说得好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啊。这太湖中山岛孟恩、孟少伯之所以敢向咱们挑战，那说明他有底怀，他有底，他有打人的家伙事儿，或者里边有高人。这个梁子到底解到哪儿了？咱们今天晚上摸进去，摸个清楚，心里有个底儿，回来告诉师傅，不就完了吗？哦呀，那好了，那咱们就去吧。这两个人呢，蹭蹭偷子跑出来了，来到太湖的边上。好家伙，这太湖一望无边呐、啊！这白天呢，隐隐约约能看到这个岛。有船吗？没船。会水吗？水性再好，你也游不过去。你不是炸海金牛、于洪宝元呐？两个人顺百宝囊里头拿出来羊皮人，这练武的里有百宝囊嘛？这百宝囊里头装的什么？小刀子、小挠子、小剪子、小勺子、打狗牛、煎饼、问路、石子啊，都在里边装的。这东西叫羊皮人。你到黄河上那不有羊皮筏子吗？哎，就类似这个东西，用那羊皮梳好了，把整只羊里边拽空了，把这毛退了，翻过来打磨好了，然后吹起来就跟那气球一样，噗，大了。上边抹的是酥子油啊，这东西一人抱住一个，然后就浮在水面上，就登瓶渡水呀、啊、过水什么的，哎，过河过江都用这东西。这东西就是过不了海，说游太平洋去，那玩意儿不好使。这个把这个羊皮儿吹好了之后，两个人趴在羊皮儿上，脚一蹬，不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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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够奔太湖摸进来了，还真就摸进来了。躲过明岗暗哨，摸到中央大厅，两人啪一飘身上了大厅，里边灯火辉煌。用眼仔细观瞧，这屋里头啊，大排宴宴，喝了酒呢啊。哎呦，不看还则罢了，一看呐、啊，坏事包张望那心机灵一下子，怎么的？孟恩、孟少伯，金头狮子坐在中间，
那么这个人呢，站起来有8尺高。嘿，孟恩这套装束啊，头戴六棱英雄抽口状帽，正里面高挑3尖赤狐偃，左边边戴着碗口大小粉绒团，配着英雄手正剑花。那是英雄戴花不采花，采花不戴花，英雄戴花若采花，必被乱刀杀。人家是少林派的门人弟子，那叫正门正派。1单8盘寸盘骨头钮，又嘎着我直通手腕，3匹大梁英雄长，全副武装，往这儿一坐，左边坐俩。坏了，包张望一看，哎呀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呢、自来投。我说你看那是谁？两个人搂住目光一看，韩宝、吴志广。哦，怪不得这个太湖把这金融镖局的镖给劫了，原来是韩宝、吴志广给做的扣。哎呦，你别整出动静来呀！这一见韩宝、吴志广，他就哎呦，他这一哎呦，孟恩呐、正吃饭，这孟恩、孟少伯，哈哈哈哈，你们两位到来，我是非常高兴的，因为我跟你们的父辈还有你们的师父，我们都是交情深厚。哎呀，孟伯，非常感谢。没有问题，我就想把佟林和东霞请到我岛这儿来，是非谁过自然了断。上班坏了包张望，我说那个，他想那意思说，你这太湖咱们没什么过节，何必呢？我说那个，就这么一个动静，这孟恩给底下正坐呢，吓一跳啊，那听风识气呀、上边有声音，什么人？像那个你别搭话就完了呗。他在上边搭一句，哎，没人儿，没人儿，没人怎么上边说话呀？就这一句话不要紧，底下的二刀主板擂大蟒寒刀，一下飘身行，就有打那大厅插出来了，战斗当然，哎，上边的，请下来。这时候里边可炸了窝了，怎么的？拿家伙的，拿东西的，拎刀的，提着宝剑的。唯有孟恩很稳当，没有慌。那韩宝、吴志广一听有人来了，两个人也是暗扣兵刃，来到天井当院。灯球火把亮得如松，照得跟白昼一样。哗，这时节孟恩也出来了，朋友请下来吧。哎呀，坏着包张望一看呢，哎呦，这玩意儿不下去也不好意思，这玩意儿真下去了也真挨揍啊。行了，别说旁的了，就下去吧。哎呀，蛮子也下来了，喊上了，哦呀，残头罗宾英子，哦，孔秀、孔春芳来了。两个人呢，有打这上边就蹦下来了，这儿一跳起来，站在天井当院，往这儿一站，孟恩一抬头，来两个年轻人，报上名来。哎，是这么个事儿，我姓张，我爹也姓张，我叫张望，人送外号坏事包。这位呢叫孔秀、孔春芳，您就是孟的岛主吧？哦，不错。你是谁的门人弟子？我师父是山东侯二侠，他师父是佟林、佟海川。哎呀，要论起来得叫您一声孟叔啊，孟叔啊。您说您这个何必趟这个浑水呢？是不是？我们这个镖局子跟您呐关系都不错，我明白了，就因为韩宝、吴志广这俩小子暗中做这个扣，可能你一时之气，是不是啊？想跟我们较较劲？哎，孟叔啊，这常言说得好，冤仇可解不宜再揭，咱们没有什么差么过节，对不对？
没有什么，你何必要整出点什么呢？你呀，真要是别的不说，要惹了我师父，惹了佟林，说句良心话，你太湖这个岛啊，你说万一嘎嘣一下子弄个山崩地裂、七荤八素、炸雪飞灰、走死逃亡，是不是？哎，武林当中呢，就成为了一个大笑话了。知寿者为俊杰呀，这人呢得明白事儿。哦，你小子绕着圈的说，说的还挺好听，那意思我太湖中山岛，怕你们不成？哎，我可没那么说，这个意思您没明白，是不是啊？因为这韩宝武之广，我就直接跟您说了吧。韩宝武之广是什么人物？韩宝武之广不是铁门罗汉法禅的弟子吗？因为我童师叔一下身，双雄阵打了雷春，北京城打了贺豹，得罪了那个雷春贺豹，惹怒了韩宝武之广。我说，道主啊，这俩小子干了一个人都不敢干的事儿，竟进皇宫盗宝，给我童师叔栽赃贴话。现在他们是国家的重犯呐，跑到你这儿来，你窝藏国家的要犯，岂不死乎之罪？我早已知晓，我就想碰碰这钉子，那你真找死。我可不是小瞧你，人身似铁非似铁，官法如炉恰似铃，你敢跟官府斗吗？啊，你长几个脑？我斗的不是官府，我斗的是佟林、佟海川。哎呦，我就不跟你说别的，名人不用细讲，响鼓不用沉锤，死木的疙瘩怎么整也整不开，嗯，是不是？佟林身背后你知道多大势力吗？我知道，不就那雍亲王们的，可不是吗？天下都人家的，你较这劲干什么？咱们都是一起的，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，王匡的子孙呐。孟叔，我给您见礼了，您就把这盗宝之贼交给佟林，咱们就一了百户，呼呼而了。我就想碰佟林，那你就想找死。可你们两个今天来了也走不了。我这儿不是什么菜市场，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得了。来了我也不想走了。为什么？你看你这儿有吃有喝的，是不是？还有地方住，我上哪儿去啊？哎呀，有道是和尚味儿孝子多。我这创的叫呸！孟恩想什么话呀？这是乱七八糟的。啪！没想到啊，坏了包张望也翻脸了。我告诉你，孟恩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听明白？我们现在来了好多人，我这是打前站来了，看看你们这地方韭菜怎么样，明白不？你要是明白事儿的，你把我们俩放了，连夜找个船把我们送出去，或者把张万祥跑不了了，非挨抓不可。你要是不明白事儿的，你就伸手把我们俩逮住，明天你就有好日子过，你明白不？姓张的，看在你是练武术的后人份上，我可以饶你不死，但是我放不了你，给我拿下了。哗，二刀主板着大蟒，韩涛提了棍就过来，这边韩宝武之广也拉出了兵来，哎，往前啪这么一近身呢，这就把张望、孔秀围上了。哎呦，张望一琢磨打不了，一是人人多，二是自己功夫根本不是人对手。他领兵大喊一声：“别动，谁也别动！”哦，大伙愣住，怎么着？你要怎样？我要怎么样？打你们这几个臭鱼烂虾，还用我们俩伸手吗？啊！我拘了一个就把你们俩揍了，拘了一个，本人会拘身遣将，知道不？撒豆成兵，拘身遣将啊！你走了，看着，拿着小布刀搁这晃。他拿着眼睛四外溜，拘什么神，遣什么将啊？坏了包张望想，咱得跑啊，逃啊！这多待一会儿，这是危险呐！啊，哎呀，哪儿有门呢？那他一使眼神，告诉那孔秀，那边
围的地方，那地方比较松，就奔那地方跑。孟恩、孟少伯看出来了，你让他拘吧，给我围住了。哎，哗，那边又去俩，整个严严实实的。坏了，包张望一想，不行啊，大喊一声天灵灵，大伙吓一跳，什么还天灵灵？天灵灵，地灵灵。咪了哄，妈了哄，毛了刀，孙百灵，杨二郎，孙悟空，天来迟，地来到。今天坏了包张望被困在太湖中山岛啊，请过往神仙出面帮忙，荡平岛屿，杀死孟恩、孟少伯，救我等人出去。此令头道法旨，夜已发出，单等二道法旨。这二道法旨什么时候发呀？明天早晨，明天早晨，我们等不了。孟恩、孟少伯啪一挥手，来人呐，有，把他们给我擒住无聊。这话音刚落，猛然间半空中霹雳一声响啊！且慢呐，在下统领到无聊，飞身行下了统领统海川，才要大战太湖中山岛。欲知详情，下集再说。